叫周志贵，是阳朔县阳朔镇孟山村人。我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渔民，白天打鱼种地种果林，晚上来到这里给大家表演。有个朋友叫我们是演员，我很高兴。我们孟山村、包仔山村、孟山炸村、田家河村和新平村五个镇村的移民兄弟在这里欢迎你们。是侗族话，他说叫雅丽，他的家住在漓江上游的一个小山村，他们那里的山很高，要乘着歌才能爬上去。他们那里的每一个姑娘都非常喜欢唱歌，很多很多的歌连起来就叫驾蛤瓜歌，侗族大歌。我的爸爸是打鱼的，我家养了六只鱼鹰，每天晚上我爸爸都带着鱼鹰一起去打鱼，点起鱼灯，大家就叫它漓江渔火。听说很多客人都喜欢看渔火，说是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美。多谢你们的称赞，明天欢迎你们到我家喝酒吃鱼。我们已经穿好了用银子做的礼服，我们的歌仙柳三姐也坐上了小船。我家没有好茶饭，只有山歌。锦旗人，有回音。我小朋友。
哇，那好壮观哦。4K 电视，缺点少了后有没有卖？好了，不要打了。我只能抢孩子。嗯，对，我要等一等。你这个男的不这么有，不喝呀你。
他那个浮那个浮板的，没有。每一个人有一个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。那要放回去。哇，那个灯。哇，这个灯打到打到月亮了。打到月亮了，进去了。Thank you.
那边还晒鱼啊。对。你看我们全都是用那种夹子，然后在那边拼。对呀、啊。拿一条虫子递过来，拿过来。冻死了。Yeah.
带着鱼呢，他去打鱼。
时间藤花长兰树，世上那间树啊缠藤，青藤若是无花缠树，望过一春又一春。Thank you.
踩踩高跷吗？因为脚踩很高啊。
超多人，还都是女的。对啊。Thank you.
可以，小姐可以。